你说你怎么都不说一声就直接过来了呢？你意思是，我得先跟你通风报信儿，然后我像猴子一样好被你耍是吗？好被你骗是吗？我没骗你啊！怎么没骗啊？我正准备和你说呢。说什么呀？说你都已经，你都到人家里边来了，你还说什么呀？说什么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出去说，出去，别在这儿。干嘛出去说？ 就坐这儿说，都得到这儿说，就在这儿说，我就在这儿说，就在这儿说，就在这儿说。怎么不讲理呢，爸爸？怎么不讲道理？是我不讲道理，还是你不懂道理？不是，这是什么日式吗？叔叔，这些事情都是我的责任，请别再怪小熊了吧。那什么，这个孩子，咱们。 不兴封建那一套啊，起来说话啊！那平身，平身。